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我记得我们原来节目当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咱普通大陆人都在人生的攻击当中长成人的，现在这两三代甚至是四代几乎是这样，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接受，但我们细想想，我记得我在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儿。老师跟我说，石涛，你的中文没戏了。 你们家坟头上没长那根草，没长那根草，你不可能把中文学好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直到高考到大学，基本把中文放弃了。我内心当中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老师训斥我的那个环境和其他同学拿眼睛看我的那个眼神儿。您说是不是一种侮辱？但是这种伤害呢？ 是非常深刻的。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陕西人干的事儿。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西安羞辱学生的绿领巾被叫停。”文章提到说，西安市一个区的第一实验小学让学习和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戴绿领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当地领导已经叫停这种做法。当地领导叫停这种做法，前提是引起普通人的关注。 但是在学生上学当中，被罚站，被罚这个，被罚那个，这就是咱们学校经常发生的日常生活的一幕。体罚别人，在公众面前羞辱别人，就是人身攻击。这种侮辱对人性、个体人人格的侮辱，是党一直做的，党一直创造的，包括。 把小偷扒光了衣服，在后头写上字。所有老百姓的这些行为，是在这种被教育过程中、被羞辱过程中、人格被侮辱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篇文章提的也很绝，上来就提到绿领巾和绿帽子，而他引述的呢，却是《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评论说，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投影下，教育最容易被世俗所劫持。 而丧失了根本的育人的理念。这篇《人民日报》还说，未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而是遍布各个阶层的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要培养他们，要请从摘掉教育的绿领巾开始。绿领巾是党教育了四代人六十年之后出现的，在第五代人身上出现。的。 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个，管着咱十三亿、十四亿人看问题的精神、思想、道德，管着咱一切。政治局委员就那么几十个，掌控了中国几乎所有各个地区主要部门、健康和合格的公民呢，不是这么一个社会的体制环境能够培养出来的。 人民日报说了，不需要少数的强大的自我意识的那种精英。那后头接着咱就看看今天的精英在干嘛。德国之声写篇文章，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暂停广东省新闻禁令，令人关注。文章提到说，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周在内部会议上布置全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报道的这种活动。十八号，微博上有楼有人透露说，内部消息是。 广东省委宣传部近期不下任何禁止或者限制性的宣传指令，引起关注。针对汪洋的这个消息，那广东省的媒体人是这么说的：一位广东省的都市报的本地记者告诉德国之声的记者说，单位上周开会汇集了一些监督选题上，然后这周开始拼命的催，要求立即采访写稿，给出了初稿时间，我们都要被逼疯了。 饱受新闻禁令之苦的这位一线记者说：“太奇怪了，我们一头雾水。大家一开始都认为，都怀疑这是引蛇出洞。”另外一个媒体人在微博上是这么说的：“本来是好事，却引来了怀疑，不相信弥漫在每一个人心当中。”另外一个网友说：“人说开放了，消息真假是可以质疑的，但是怀疑其诚意就不太好了。” 貌似被关起来的狗一样，给你打开了门，战战兢兢的还不敢出来。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到位。今天真的给你开开，你敢吗？你真不敢。你不知道当官的会干嘛，你不知道这些人下手有多黑。德国之声的记者呢，对这件事情的判别呢，也觉得我感觉也是一头雾水。几乎同一时间，他登出了另外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北京日报：痴人说梦与汪洋的奇言难付》。文章提到说呢，在十八号，德国之声登过一篇文章，实际报道的是《北京日报》有关微博的事情。那篇微博的文章是这么说的：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那这个问题呢，披露出来呢？这篇文章披露出来呢？其实世界各大媒体也有报道。 认为中共要对微博下手了，因为微博是今天中国普通老百姓都能上去来相互交流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就相当于海外的 Facebook、脸书或者是 Twitter。那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北京当时出了这么一篇文章，而署名的人呢是用假名写的这篇文章。但写的这篇文章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说要控制微博上造谣的说法。 他把中国老百姓在网络上的文章、在网络上的消息，一棍子打死都叫造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后头的目的是非常险恶的。他说：“为了诚信，为了杜绝造谣，所以出了一个药方，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诚信的根本的措施，就是微博全面实行实名制，倡导博主亮出真实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发布消息，表明观点，而极具讽刺意味的呢？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就是个假的。而针对小孩这件事情呢，呃，海外的媒体依然在有更多的评论。啊、呃，《苹果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讲的：冷血之余，还满嘴的歪理。 文章除了介绍整个这个事情经过之后呢，那现在第一个撞人的司机呢，已经据说自首了。我看过大剧院那篇报道呢，说他跟大剧院的记者讲说，那撞死了呢，呃，赔钱少；如果没死了呢，要赔钱多。甚至呢，他跟这个小孩的父母说呢，呃，我愿意花钱了断。小孩的父母就说呢，你去自首算了。大概是这么个故事。我们知道。 那这篇文章里提到呢，第一辆车的司机接受传媒的采访时呢，他这么讲的：“我知道撞到人了，听懂了，他知道撞到人了。换你压到人，你也会跑的。”这是一个非常实在、冷血、残酷的推说之词。你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的是浑球的话。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呢，撞死一个赔两万。 撞伤一个赔二十万，这可能是现实，在唯利是图的社会当中，在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的这种这种真正的信仰的道理当中，人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什么，人们只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准则。有另外一篇报道我看到过，说中共的官员现在很多人信佛，我说你把“佛”这两这个字玷污了。 把神明玷污了，这些当官的信佛，到庙里烧香拜佛，是为了保佑他。过年的时候烧头炷香，别人不许烧。他去拜佛的时候，都表现出来的他的强大、他的力、他的权力、他的霸气、他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丑陋的一面。那佛能理你吗？而理你的又是佛吗？我想这么说。 反过来，他烧了第一炷香，他捐了十万块钱，而这十万块钱是从老百姓兜里偷出来的，他骗来的钱，捐给了佛，然后跟佛说：“你要保佑我。”这就是今天在大陆多少信佛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做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这样的社会的现实当中，这司机说的这番话确实是有他的。 社会基础的，文章里接着说：“谁没有犯过错啊？那小孩走路东张西望，如果他走路走得好一点，我怎么会撞到他呢？”两岁的孩子，这是一个开车的大人，他可以说出这种理由来。我突然想起来，法轮功被迫害的时候。 那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天津的法轮功学被当地的警察侮辱，被当地的警察打伤，抓了四十多个人。那天津周围的很多法轮功学到中南海去，到这个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去，但是被当地的警察给引导到中南海周围府油街和北海前门那儿，那造成了那种局势是围着围了中南海。可是人们说。 对法轮功的迫害，谁让你们去围中南海了？他被侮辱了，他被伤害了。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那其他的人为自其他的人知道真相，为了真相把事情说出来。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侮辱他呢？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当时有人迫害真善人的时候，能够把这三个字给侮辱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绝对就完蛋了。 你拜什么佛都没用，你拜的佛是你以为的，是让佛给你打工，你对佛是一种侮辱。就像这里面说的一样，这个司机接着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谁没有犯错的时候？我也有老婆孩子，儿子十四了，没有我他们也活不下去。”没错，说的是天经地义的话，这是中共中国现实的状况，中共就是靠这种理念。 靠这种洗脑后的这种说法来统治着今天，来迫害着普通的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今天握有权利的他们自己的人。江泽民，八张桌，吃药打针，把脸弄得跟十八的女孩子似的，还要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出来，为了打气，为了其他的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怕死了那一天被别人掘了坟。 共产党有一天，中国人就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这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